今日为大家示范嘅乐曲咧，系75届校长莫节小提琴2级嘅乐曲，系一首 polka， 一首舞曲嚟嘅，一首比较轻快嘅舞曲。呢首歌咧分开三个部分啦，第一部分咧，佢系咁样嘅，比较轻快啲啦。第二部分咧，比较雄壮少少嘅，稍微可以慢少少。去到第三部分咧，又系翻翻开头咁样啦。头先可能见到我拉嘅时候咧，都有做到啦。我用唔同嘅地方嘅弓嘅地方咧嚟到示范嘅。开头咧，我会 suggest 大家咧，因为佢 piano 啦，而且轻快啲咧，用上半弓。大家见到咧，呢八分音符咧，佢有啲点喺上面咧。但千祈唔好 off the string， 唔好拎起支弓喎。我哋 on the string， 用一个咧 martelet 顿弓嘅方法拉咧，就已经足够噶啦。喺上半弓度，第二段咧写住 risalto 咧，比较雄壮少少。佢写咗咧好得意嘅一个技巧系连续5个落弓，呢、这个比较难少少嘅。练嘅时候咧，可以试下。拉到最後一刻咧，先至 retake 打個圓圈，翻返去弓根。就唔好拉到咧，咁就變咗咧，好似半拍，另外再加半拍嘅休止符咁樣。佢係寫住四分音符不斷咁 retake， 呢個要好好練習下呢個 retake 嘅動作下。去到最深尾咧，佢由輕快的地方。去到結束的時候咧，又去翻 forte risoluto， 你見到我咧會用越嚟越多弓拉個 forte 嘅 ending 嘅地方。